你哥为什么会牵你的代言人呢？可能是因为我赖在床上的时间比较多一点吧，比较喜欢睡懒觉的一点。有把当年推荐给身边的人吗？有，像我就有送我妈妈一盒这个柔顺洗衣液，然后希望她能睡好觉，然后我也希望我可以送到每一个人，喜欢我的人，让他们都可以睡好觉，有好梦。